混沌处世乱困意，盘古论道辟天地，太平盛世间惊奇，周王武道会乾坤，人心会煽动利益，正邪相争不量力，妖魔浊世万民怨，自压出世人中仙。争斗斗邪于阵，风风雨雨千年困，生生世世缘未了，世世生生现轮回，纷纷扰扰扰尘世，山山个个瞬念间，真真假假魔与道，悠悠爱爱终难见。死生世间，幻影如烟，乾坤日月，风雨雷电，时间是线，天意如剑，千古流转，封神定言，正义的剑能辨忠奸，呼风唤雨，法力无边，死神是线，时钟是剑，千古流转，封神定言。天元太爷今世主兵，为护仕途保和身经，花衣绣裙衣冠齐肩，青龙拙劣白虎又兵，飞天起火神奇威雷，上下太极周边四围，翻天倒下海飞山吹，六龙鼓掌令下树追。混沌处世乱困意，盘古论道辟天地，太平盛世间惊奇，周王武道会乾坤，人心会煽动利益，正邪相争不量力，妖魔浊世万民怨，自压出世人中仙。死神是仙，幻影如烟，乾坤日月，风雨雷电，时间是仙，天意如剑，千古流转，封神定言。你做什么？快放开我！姬昌，他们今天用还魂草，让你回去。可是我呢？你失信于我，害我成了孤魂野鬼。我今天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要把你留在冥界，陪我受罪。妈，不，你放手，你放手！住手！住手！夫人，侯爷，爹，姬发，你来的正好。当初我要你爹看紧你，可是你竟然元神出窍，将我杀了。所以，还是你爹失信于我。现在，我是绝对不会放你爹回去的。你这可恶的龙神，你竟然私自违反女娲娘娘的命令，害得多少稀奇善良的百姓枉死，居然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惭。二哥，不要和他多言，让我打他个魂飞魄散。哼，反正我现在已经死了，你们还有什么本事能奈何得了我？既然如此，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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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爹，你不要紧吧？不是。范儿，雷震子，小心一点呐！雷震，是啊，侯爷，他就是你第一百个儿子。我的儿子。来吧，我现在是龙身魂魄，我可以打中你们，你们却打不中我。你们别忘了，我活着的时候可是堂堂的龙神，死了以后我
的法力照样还在，你们并不是元神出窍，现在能奈我何？你，我就把你们全部都留在冥界，陪我好了。体罚，先拿命来吧。凡儿，内贞子，你们小心一点。别伤害我的孩子！别伤害我的孩子！你们只是肉身，不会抓得住我的。娘，凡儿，没事了。江先生，江先生，侯爷他。侯爷夫人，看来你已经打败了龙神，把侯爷给救回来了。啊！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！爹，爹，爹！侯爷，爹，爹！招娣、武吉、哪吒，看来这里没有我们什么事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啊啊！哎，师父。师叔留步，师叔，你们去。江先生，你不能走啊！等你们的爹醒来再说吧，我们先回到渭水的茅屋去。啊！我们现在就走啊？那我们也不拿一点吃一点，或者是带？是啊，师父，我们好歹也得跟人家见个面，是不是？你说，等人家醒来了，该打个招呼，跟人家见个面，道个别。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呀？那你走不走啊？走吧。走不走啊？走吧。告辞啊。爹，爹，夫人。二公子怎么会在这儿？三大夫，事情是这样的。爹，爹，爹，娘，爹醒了，爹，侯爷，爹，爹，你终于回来了，爹，你醒了，爹，你总算醒过来了。爹，侯爷，夫人，侯爷，谢谢夫人舍命相救啊。侯爷，你对妾身如此疼爱，如果侯爷您真的不在了，那妾身也不愿意独自偷生。
夫人。好了，如今爹已经回来了，我们一家人应该高兴才对啊。宝儿，这段日子你受苦了。爹，你说的这是哪里话？如今您能回来，我高兴都来不及。我不哭，倒是爹爹最近受了很多苦才是啊。爹没事，爹这次能还阳，完全是靠江先生的帮忙。对了，江先生呢？我要去谢谢他。爹，姜子牙师叔已经回渭水茅屋去了。是啊，爹，他离开了。爹，爹，娘，既然你们已经平安无事，那孩儿也就该回终南山玉竹洞去了。什么？你也要走？是啊，爹。此次孩儿得了这风雷翅膀，还有手中的风雷棍，却还没完全学会驾驭他们。倘若将来要辅佐爹的话，一定要回到山里跟师父好好的修炼才行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既然你要回到山里去，那么你要多保重自己。啊，放心吧，爹。雷儿啊，等你学成之后就赶快回来，家人都在这里等着你。小弟，此去要多加保重啊。放心吧。西岐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及时出现的。好。二哥，爹和娘就拜托你照顾了。好，放心吧，我先走了。保重。爹。妈姐，你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你没看到我在生气啊？难道我是在笑吗？你又怎么了？难道我这个样子不像在生气吗？难道我像在哭吗？江先生，他们俩这是怎么了？大娘，没事的，别理他们就好了。哎呀，师叔啊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肯留在西伯侯府啊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如果西伯侯他要来找我的话，他一定要亲自来访贤。亲自来访贤？当然了，数一数啊，我跟他见面的时候还早着呢，应该还有好几天。这几天的时间，我想我应该好好的去。去干什么？钓鱼。又去钓鱼啊？不会吧，相公，如果我们再吃鱼的话，我们的脸上都开始长鱼鳃了，都会成泡泡了。妈姐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上次和哪吒来这里看侯爷算命，我经过这里看上一家店。哇，那家店的地理位置和热闹程度都跟我们在昭和的聚美堂一样。真的？所以我们本来是去救侯爷的，我相公啊一直拉着我走，我走过这家店门口一看，哇，他还没有租出去，所以什么？所以我就偷偷的把他定下来了。你把他定下来了？对呀，我把他定下来了，因为我要在这里看我们的聚美堂胭脂铺啊。
你要重新开聚美堂胭脂铺啊？那当然了。你不知道啊，我看我相公每天这么辛苦去钓鱼，大娘呢每天就去种菜，武吉呢就把钓来的鱼和种的菜呢一起拿到市场上去卖。哎呦，这样子到底能赚多少钱呢？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都会被饿死的。所以啊，我一边在家里干活，一边就偷偷看我相公的配方，我啊就把它重新翻做一下。当然了，再加上我的聪明才智，再加上我的巧思妙手，我的产品啊是越创越好，越创越多。太好了！哎，马姐，那我们现在赶快去开工吧。那当然了，我们马上就去开工。就把这个珍珠粉泡点水，然后呢就这样擦上去，脸就会变白了。每个人都能买到，每个人都会变漂亮啊！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你们变美丽啊！喜欢喜欢喜欢，那就拿着。待会儿去那边付个钱啊。好的好的。还有这，我给你介绍绿豆霜给你啊。来，请。等一下，哎，不着急啊。慢走啊！来，请里边请。再来。哎呀，公子，我一定会卖给你的，不要着急啊！包你用了本产品之后啊，你一定会挣得好多。哎，稍等啊！慢走啊！下次包您，下次给你们打八折啊！谢谢。我跟你说，你都不相信。你看，你自己看，你师父就是这么钓鱼的嘛。啊！哎呀，直钩，而且还离水三寸，这怎么钓啊？这。哎呦，师叔啊，您这钓鱼的方法也太无聊、太古怪了吧？这要是我的话，问天灵抖一抖，鱼就全浮上来了。哎，要死了！这都像你这么抓鱼的话，那以后世人还有鱼吃吗？就是嘛。哦。喂，你看这人怎么这样钓的呢？是啊，谁钓鱼都是需要钓钩的，而且钓钩上还要有鱼饵。奇怪呀，他怎么什么都不要啊？我这也是奇怪啊。姜太公钓鱼，离水三寸，愿者上钩。哇！好厉害，师傅上来了！哇，太好了，真厉害啊！哎，哇！哇！又下钩了！上钩真的！师傅，你真厉害！钓鱼，离水三寸，愿者上钩！对呀，好多鱼啊！上钩，多钓几条！待会儿我跟武吉到市集上去卖鱼啊！师傅，您太厉害了！师傅，您把这个交给我好不好啊？师傅，竟有此事！不错，众人看见一白发白须老先生在渭水边钓鱼，不用鱼钩，鱼儿会自动上钩。
你说不用鱼钩，鱼儿自动上钩？不错。这啊，侯爷，莫非是江先生？爹，嗯，爹娘，凡儿，找到江先生了没有？爹，说来也怪，这散大夫去找江先生一找就找到了，为何孩儿此去既没有看到茅草屋，也没有看到江先生呢？这我明白了。侯爷，你明白什么了？江先生是要等本侯亲自上门去找他。三大夫，微臣在。传本侯命令，备下车辇，本侯要亲自到渭水边去寻访江先生。不知玉妃娘娘和国师驾到，末将有失远迎，请恕罪。贺城主不必客气，今日我和玉妃娘娘前来是带着大王的口谕，命贺城主和南伯侯鄂顺一起攻打西岐。这大王也知道，鄂顺因为他的父亲鄂崇禹对大王有所误会，担心他不肯听命行事，所以如何？贺城主，大王知道你和鄂顺的交情匪浅，所以想请贺城主前去当说客，让鄂顺和贺城主一起领兵攻打西岐。我不知道贺城主意下如何呀？哦，这是当然的，大王的命令末将一定遵从。好，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。哦，国师，您来此路途遥远，不如多住几日。不必了，路途遥远是对你们凡人，而我和国师往来朝歌，只是顷刻之间。哦，那送玉妃娘娘和国师。嗯。哼，昏君，你荒淫无道，残害鄂顺的父亲，还想要他听命于你，根本是痴人说梦。眼下我应该联合西岐来对抗殷商才是。来了！什么来了？侯爷来了呀！侯爷来了！什么引进啊！走！怎么了？我今天装扮怎么样？我的刘海齐不齐？我的胭脂粉粉有没有这次？师母，人家是来看师傅的，又不是来看你的。吴姐，你怎么说话了你？人家来看你的师傅，我可是你师傅的娘子，当然来看师傅，顺便也来看我的了。哎呀，我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当我的凤凰了。哎呀，师母，我觉得你还是把你那个凤凰梦打消了吧，你去当你的那个野鸡更像。你怎么说话了？你要死啊你！侯爷们，住手啊！师傅，爹娘，就是这儿了，走。错了，不乱说话了，好不好啊？哎呀，你住手啊！你上次还敢不敢说呀？江夫人，七公子你好，我爹娘来了。哦，爹，这两位是？他是？哎呀，侯爷。我叫马招娣，我是马招娣，是姜子牙的娘子。我可是帮了你们很多很多的忙呢，侯爷。侯爷，你没忘了我吧？我是那个武吉啊，就是扮成百草仙姑的那个。是你呀？对。西岐多次蒙你们救助，甚至本侯的命也是靠江先生帮忙才救回来的。
本侯在此谢过。哎呦，客气，你们实在是太客气了。哎，来来来，进去里面喝茶，喝回去，去到这去。进去。对了，怎么没见到江先生啊？哦，我相公啊，他在渭水钓鱼呢。在渭水钓鱼？嗯。哎，侯爷，您稍安勿躁，我这就去找他。哎，你等一等啊。不用了。既然江先生在渭水，那就让本侯亲自去找他好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对呀。告辞。哎呦，慢走啊，侯爷！哎呀，还有夫人，济公子，你也慢走啊，慢走，小心啊！哎，小心呐！慢走啊！哪一位才是江先生？爹，这些钓鱼人之中，孩儿并没有看到江先生啊。那江先生会去哪儿呢？这……侯爷，你先别着急，范儿，去问问那些钓客，看知不知道江先生在哪儿。诺。你好，请问有没有看到那位白发老者？没有。啊，你好，请问有没有看到离水三寸钓鱼的人？刚走开，看杆还在那呢。啊，他们说那个离水三寸钓鱼的人已经离开了，只留下了这根钓鱼竿。又离开了。求贤远出到溪头，不见闲人只见钓。一竹青丝垂绿柳，满江红日水空流。唉，侯爷，爹。侯爷，你又在想江先生的事啊？我只是想不通，那江先生既然救了我数次，为什么他还不愿意见我呢？是啊，爹，还是想不通，江先生不是那种人，可为何对爹避而不见呢？此事一定有蹊跷，只是到现在为父还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。侯爷，其实你已经这么礼贤下士了，江先生实在不该这样刁难你啊。礼贤下士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想想看，既然本侯想要礼贤下士，那应该去吃斋沐浴斋戒三天，再诚心诚意的去求才对呀。可是爹，您去找江先生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的呀。不，前次为父前去是乘坐车辇，我想江先生一定认为为父的诚意不够，才故意避而不见吧。这明日我还是要再去。
啊，爹。范儿，命医生备下车辇，但是不要马匹。不要马匹。哎呀，好了，叔叔母、五吉哥，你们烦不烦呢？你们从早上就一直念念叨叨，现在都已经是晚上了，我的脑袋都快爆炸了。我炸你个头啊！你问问你师叔啊，我们从早上念到现在，你看他连点反应都没有。是啊，我们说了这么多，师父坐这儿一动不动，他嘴角还保持着微笑，你说这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他哎呀，我怎么睡着了呢？哇，你还睡得着啊你？师父，这回我可真被你的无事给打败了。哎呀，五吉马姐，你们都先不要急嘛。或许姐夫他这么做是有他的用意的。什么用意啊？哦，这你懂。哎呀，相公啊，人家侯爷特地来找你，你偏偏要去钓鱼。好了，他又去渭水边找你，你又走掉了。后来人家又绕回茅屋找你，你又让我跟人家说你还没回来。哎呦，你这样捉弄人家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对啊，师父，你这次铺摆的未免有点太大了吧。这件事情我自有妙用。你有什么妙用啊？西部侯锲而不舍的来找我姜子牙，等到天下能人异士他们全都知道侯爷是如此的贤能，以后一定会跑来好好的投靠他的。师叔啊，你这个还真是一个好方法呢。那是当然啦，这才是姜子牙。那就要看西伯侯他明天怎么做了。青青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大姐，我的伤全都好了，我已经全好了。那就好，谢大姐。大姐，公报，事情办得如何了？啊，贺城主已经答应了，说他愿意说服那个南伯侯鄂顺一起联手攻打西岐。好，实在是太好了。趁现在姜子牙还没有真正开始辅佐西岐，我们先把姜子牙给杀了。只要姜子牙一死，西岐想要对付大王可就难如登天了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就用我们新练的阵法去对付姜子牙。好。这几个妖怪真的很难缠。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样，姜子牙，枉你还自以为聪明，结果却让自己成了这瓮中之鳖。大姐，你的天地瓮法果真厉害，姜子牙，你就乖乖的束手就擒吧。我说你们这三个妖怪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到我这里来捣乱，看我今天不收了你们。姜子牙，你就不要再白白的浪费力气，无论你怎么打，这瓮都不会破的。而且你使出多大的力气都会加以反弹回来。大姐，依我看根本就不用我们出手，他会被自己给活活打死的。他喊了玉器，用三昧真火去烧他，这个仇我今生都不会忘记。今天我们就用妖火
烧他个瓮中之鳖。好毒！大姐，他还有点本事。红豹，我们一起上。好。怎么样，这叫邪不胜正。大姐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们用女娲石之力让它灰飞烟灭。给师叔。哪吒，哪吒。大姐快，别让他抢了我们的女娲石。看我怎么对付你们。你们这些臭妖怪又能耐别跑啊。好了哪吒，达到目的就好了。哎师叔啊，你真厉害，只用了一招就把女娲石拿回来了。如今女娲石已经物归原主，再也不会落入他们那些妖怪的手中，让他们乱用了。嗯，爹娘，参见侯爷、夫人。夫人，花儿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吗？啊，爹，都按照您的吩咐准备好了。禀侯爷，车辇已经备好了，只是二公子不让备马，那车辇要如何行走呢？既然车辇已经备好，那就叫士兵拉着车走。拉着车走。爹，您坐在车上让马拉着走，这多方便啊。您让士兵拉着车走，这不好吗？啊，花儿，为父不是要坐车去。哦，那爹，为父要步行前去。啊，步行前去。侯爷，这里离渭水步行要数个时辰，您要步行去，这……哎，夫人，如此才显得出本侯对江先生的诚意。好，那臣妾也陪你一起步行去。你，侯爷，江先生对咱们西岐帮助这么大，又救了侯爷的性命，侯爷你为了要表示自己的诚意，要步行去请江先生，那臣妾也想要表示我对江先生的感激，臣妾陪你步行去，这本来就是应该的。好好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快出发吧，免得耽误了。花儿，即刻启程。诺。侯爷和夫人乃千金贵体，为何要步行前去见那姜子牙呢？我爹是要礼贤下士，已经斋戒沐浴三天了。哎，这都是我爹决定的，我这个做儿子的也不好说什么。侯爷，你还好吧？你看这天气会不会太热了？本侯还好，身体还算硬朗。倒是夫人你，我没事，侯爷别担心。医生，咱们得快点走了。二公子，应该就在前面过来。喂，你们两个别在那儿唠唠叨叨的，还不快走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一直冒汗呢？花儿，我和你母亲这一路走来，就当作是游山玩水，心情一直保持平静愉快。正所谓，心静自然凉。才这么一点路。你可别输给我和你娘了。嗯，走吧。相公，这雨
什么时候能上钩啊？快了，很快就有鱼儿上钩了。这不是离水三寸吗？前几天都钓到好多好多鱼，今天怎么等了那么长时间，一条鱼都钓不上来啊？很快就会有一条好大的鱼上钩。好大的鱼啊？好大的鱼是多大？这么大？等鱼上钩的时候，你自然就会知道到底有多大。哎呀，相公，你不要让我猜谜语嘛！师叔母啊，啊，师叔啊，当然什么都知道了。啊！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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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师傅，他们都来了。什么？什么来了？就是侯爷。还有侯爷夫人跟姬公子，他们都来了。真的？相公，相公，真的真的，他们真的来了来了。师叔，侯爷果然没有乘车前来。参见侯爷，参见夫人，连礼连公子，江先生果然在那里。是啊是啊，就是那位老先生。侯爷。你看江先生钓鱼怎么离水三寸呢？哦，哎呀，哇，哇，黄金鱼，师傅您好厉害啊，师傅，哇，真行啊。姜太公钓鱼离水三寸，愿者上钩。渭水溪头，一钓竿，鬓霜皎皎，白鱼丸。胸横星斗，冲霄汉。气吐红泥，扫日寒。好诗，好志气，果然是愿者上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